湾上界元素的观音造人，讲全世界剩无到一千株了。林务局推动护育的计划，在社区大学的老师沈辉成的努力之下，成功护育十一株，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。溪底乡大岩村有发现国宝级的桂类植物，为了维护生态和改善登山步道的环境。四年来，村长陈秋坤尽职的争取南投林管处的经费。涉水森林步道里面，就是因为蕨类很丰富，所以又叫做侏罗纪公园。在107年开始呢，我们跟林务局的林管处合作，来保育还有富裕我们的蕨类。侏罗纪公园内底有特有的国宝级桂类植物，包括台湾原始观音蔗莲，一定是原始观音蔗莲，大家嘛积极来服用。根部的地方有那个小片的那个肉。快把它折来，它可以做那个无性繁殖。居民共同维护台湾特有的珍贵桂类生态，目前已经成功复育十一株，期待未来愈来愈多发展在地生态观光旅游特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